ground shake.好了好了，大家久等了，今天呢要来玩这个公车司机的人生啊。好了，在我旁边有很多的乘客要上车了，我们在天文台站，然后准备要上车了。上来上来上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你们不上来哦？上来啊！为什么上来还要这样子？快点上来好不好？公车要开了，哎，他这样穿墙可以吗？哦，你们上来很慢，哎，快点好不好？哎，那个门为什么在那边啊？哦，不要害怕，上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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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大家在等你们哎，还有很多位置啊。别告诉我你上不来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开车，不管你了，快点啊，好不好？快点！好，好啦，公车不等你，我要开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真是的，那些人怎么回事啊？有车有位置还不坐嘞，真任性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要下山了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路不太好走，看看啊、哦，我们要到这个市区 ，OK， 这市区呢有一段路啊，不过我觉得还 OK 啦，我觉得沿路应该是会有那个公车站牌吧，让他们下来，因为随便乱停车好像也不太好，淹水了，然后这水淹有点可怕、啊，你看，可是为什么这么多车子要进去啊？进去又出不来。哇，太扯了吧！这个水，整个城市都淹水了。那个人还在拍照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为什么他不逆着跑？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啊？这过不去啦、啊！我先八股一下，八股一下啊、哦！哎，旋转机能车，不要啊，不要进去啊，里面淹水了。大家执意要进去，还把人家撞倒。啊，你们要进去就进去吧，我让开。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办法回去啊？看一下地图啊，我其实不太知道那个巴士总站在哪边，我觉得应该在山上吧，因为这边目前下面看到都淹水了。我们继续前进，看一下有没有人要上公车好了，因为这个台风天雨超大的，然后超危险的，然后各地淹水啊，是蛮可怕的。我看啊，你看啊，下面全部都淹水了，还好它没有淹到上面来，希望不要淹到上面来，不然就很麻烦了。哇，他们到底怎么出来的、啊？而且又有车子要进去，我来进去看一下啊、哦！硬要开进去，那这样开得进去吗？重点是，哈哈，进去又浮起来了，这样对吗 ？Oh my god！ 这水淹的太高了，太可怕了。哦，我先八股一下，八股一下。好，那个左边也过不去啦、啊。我们上山上好了，我们上山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人要上车的。哎、欸，我车头太大了，看不太到前面。我用下第一人称啊。哎、欸，我用第一人称，他人不见了。哦，因为他是斜坡的关系啊。奇怪，真的没有人要坐车啊？哦，又要撞我的车啦！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要撞你的车的。啊，我们越爬越高啊！希望这淹水就到此为止就好了，就是
也不要上来了，对不对？真怪。好了，这边到底哪边有那个啊？那个公车站牌啊，完全没有看到人要上车啊。这边离我下班时间还很久嘞。好，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水对我的公车会不会有影响？好了。我觉得应该会泡水车，然后就不能用了吧。不过还是可以试试看啊，反正这么多人要开进去，开进去就冲啊，冲啊！马上变泡水车。对啊，完全，我现在不能动了。它可以刹车啦，但是哎，那它就是载浮载沉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！我现在不能移动了。哦，这闪电一直闪啊！哇，这里面怎么回事啊？每个人都在游泳，哇，这光影好漂亮哦！哇，这闪电，哇，车子不能开了啦！好，我就游出来吧。为什么它下来是用滚的啦 ？Oh God！ 好，哇，这个水，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站在上面哦，还可以这样走。那我们记者已经到了这个淹水的地区啊，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灾情非常惨重，看一下这个地方啊，哦，到处都淹水，然后水已经淹到房子的几乎全淹没了，这太扯吧！你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救援的啊？很多人都直接在屋顶上面求救，哎。这雨太大，这风雨交加，然后还有闪电。哎，为什么它水只有到这边而已啊？下面都没有过去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它只有一部分而已哦。哎呀，啊，这模组怪怪的。我回来好了，回来。哦，它是有边界，它不是全部淹没。OK， 好，我们直接回到现场啊，我们现在现场直播这个 live， 就是它这个水直接淹到房子啊，然后很危险啊。OK， 那我们记者洛圣都报道，大家台风天注意安全啊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